在昨晚爸爸四中安吉陪小妹妹选衣服选鞋的时候，充分地展现了什么叫做男友力呀。那你要这个吗？我不要。那你要哪个？要这个。不要。这个什么？这个也有那个环。不要。不要这个。那你要哪个？现在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还是单身了吧？10月26号，安吉男友力话题也是跻身热搜榜的第4。果然，像捞捞这样的亲妈粉们，每周五的日常都是看看爸爸四，搜搜安吉呢。而妈妈胡可26号一大早也是发了一个微博，说到这么会照顾来拍照的小妹妹，安吉，难道你也想要个妹妹吗？这么会唱歌的哥哥，妹妹一定很喜欢吧？并破出了一段小安吉唱代表作《大王叫我来巡山》的视频。大王叫我来巡山。叫个和尚送我晚餐，无比的甜甜，不甜不甜不新鲜。虽然视频有点卡，但这一杯东北口味的歌声依旧是很迷人呐。网友宝宝们也纷纷喊话，再生一个吧，安吉缺一个妹妹，也想看小鱼儿当哥哥呢。天哪，妹妹太幸福了，她现在一定是在拯救哪个星球。生个妹妹，鲫鱼汤组合就要出道了吗？我说这位网友，你不要搞事儿哈。芒果捞新闻，如果有安吉和小鱼儿这样的哥哥，捞捞做梦都要笑醒了呢。报道。